湾第一人，谁比他们强？这一场比赛是在韩国联赛的总决赛，我在台湾的朋友一起过去到韩国当地做转播。过了，过了，过了，过了。超跑鉴定师，他是那个名人啊，他长得很像山道猴子里面的那个朋友，好像啊，很像哎。有哎，有一个大胃王的挑战，30分钟内吃80颗水饺，获得那一笔巨额的奖金是多少？